好，而家开始，妈妈带我去看电影。电影长大后，我想成为一位教师。我希望能像小鸟一样，在天空中飞，我和哥一起踢足球，妹妹最爱听妈妈说故事，姐姐在房间里换羊。娃娃，我们一家人在酒楼里吃晚饭，吃东西前这个呢吃东西前大家先要洗手。警察捉了一个小偷，爸爸送了一份禮物禮物給我